我媳妇问我这颗粒盒里边是啥，在我鱼缸里，我自己差点都忘了。这咱家小麒麟吗？你不拿出来还能看见吗？我也好久没看见它了。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哎，它好像胖了。虽然在我的鱼缸里，但是我都半个月没看见它了。哎，这怎么了？哎，这上面怎么鼓起来了？长犄角了？它以前不这样啊，以前圆圆的。这尾巴怎么了？你看这尾巴，这尾巴怎么还缩进去了？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上面怎么还长两个犄角啊？什么情况？就亲我了吗？想我了？回去吧，回去吧。